多谢主编。国民党立委侯友杰蔡总统在五月二十任期到之前，就应该去太平岛来宣誓主权。那外交部长高教授今日讲，免怀疑太平岛的主权。啊，不过即马南海局势紧张，台湾的思考，卖让其他的人感觉是伫制造困难。立法院外交委员会调委马文君是讲，已经排五月要来去太平岛考察，蔡总统无要去，立委家己去。太平岛边头村镇工程伫做个完工，那也伫位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伫咧五年矿下林进前，亲像前总统马英九甲陈水扁共款，定太平岛算是主权。严古因为蔡总统一直拢无回应，引起批评。外交部长郭兆燮二十到立法院进行报时阵就讲，即马南海情势正紧张，台湾就爱思考，唔通让其他人感觉咱伫咧制造困难。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，毫无疑问，也毋庸置疑。我们如何来提倡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端，而不是去让人家认为说我们又是在制造困难。吴钊燮强调，政府对南海政策无改变，会用上好的方式展现对太平岛主权的尊重。即马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调委马文君就规划，伫五月十六礼拜去太平岛。搁在官兵的生活设施加鉴别情形，讲蔡总统那是歪去，委员会一旦家己去。当地的区域紧张，以前两位总统都有去过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紧张的问题。宣示主权，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领土，应该没有这个问题。我都觉得说，与其到南海去引发纷争，不如大家一起到前线呢、哦，去帮我们海巡国军来打气，还比较好。民进党立委认为，不应该先引起无必要的误会，对有委员会领导考察的安排。外交部长吴钊燮讲，虽然有记录，仍过尊重调委的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